佩一买服装，惨遭家中的狗咬君。是我从法国刚买回来的一件这样子的裙子，因为我昨天就配好了，我就铺在床上，结果今天早上要穿的时候，我的狗狗就把我弄成这样。我就想说，是不是买这条裙子可不可以方便的话送这一件衣服？